您说下午可以来回诊，那就是下午的时间，不好意思，稍等一下，还没到你，先在旁边等一下。那个表单赶快拿给我。好，我们，哎，是 OK， 好。好 ，OK， 没问题，这帮你确认过了，没问题。我是一个工作狂，我喜欢这样的自己。这个要赶紧动手术，不然的话。我是一个工作狂，但。这不是我想要的。来，这个送给你，是诗篇第23篇，我觉得很棒。谢谢师母。我们可以一起把这段经文给背起来，我们一起念这一篇好吗？好，翻圣经。那我们一起来念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。我曾经是一个工作狂，但也许我可以不一样。我不再是工作狂，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活着。